Rose， 我是 Angel， 我是 Phoenix。 今天我們會講一下在這個這麼長的假期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好啊。我們上集就講到呢，這個肺炎對我們學生呢都挺大影響的，我們還有整個月的，我們有什麼好做呢？除了掃臭紙、掃綿羊、沖涼、睡覺、唞氣、廁所之外呢，今天我們教大家六樣東西是可以解善用這個假期做一些有意義的事的。第一樣我會做的事情就是跟貓聊天啦，因為呢通常家裡的小孩都不太理我，那些貓都過來搞一下我，搞一下我，搞一下我桌上的東西啦。那平時都會趕他走的，但是見假期沒事做那就跟他聊聊天，就是睡覺的時候呢在個枕頭嗰度，即係喺個枕頭，佢瞓喺我枕頭，佢咬我啲頭髮。啊，得意啊！第二樣嘢咧，我就會趁呢個假期好好護下膚嘅。咁因為呢個假期都比較乾燥啦，咁但係我哋放假啦，可以瞓晏啲啦。咁如果瞓耐啲嘅話咧，皮膚吸收嘅速度就會快啲。所以咧，我就會喺瞓之前啦，就搽啲 cream 補下濕咁樣咯。我天天又靚咗，多謝。第三樣我會做嘅嘢就係種下花咁樣啦。平時會有時間，即係幫佢日日淋水啊，日日去加肥料嗰啲嘢啦。係五顏六色嘅，有玫瑰啦，有郁金香啦，有茉莉啦，有雜草啦，有雜草。咁平時咧生活節奏就好急促嘅，咁而家有得好悠閒，咁好似退咗休咁樣淋下花啊，行下街。係啊，佢退休嗰啲人冇嘢做，咁咪淋下花種下花。係嘅，但我哋冇嘢做。係啊，學下好多功課，扮下自己好悠閒咁樣，有呢個機會。扮下。係。咁你做咩？咁第四樣咧，我就會趁呢個假期好好練下嘢，平時 BGB 會跳舞啦、唱歌啦、就彈吉他噶嘛。咁平時好忙啦，都冇乜時間練嘅。咁趁呢個假期咧，就好好練下唱歌啦，練下琴啦。咁大家咧都可以趁呢個假期去 pick up 翻一樣自己好想學嘅嘢啦。咁咧第五樣嘢咧就係睇書。咁平時就冇時間去一次好似煲劇咁樣追曬所有成個系列嘅書嘅，咁而家有時間咧，咁可以例如幾日一次過咁樣煲曬嗰啲書啦，咁勁爽咁平時咁嘅機會。咁如果想知道有咩書好睇咧，咁就留意下一集，我哋會講有咩書好睇嘅。咁第六樣咧，我會做嘅嘢就係打機，其實平時都會嘅，但係假期咧就可以放肆好多。牛喺屋企咁耐咧，你都冇乜點做過運動嘅，咁我就介紹一個 game 俾大家，就係呢個 Switch 嘅 Just Dance， 好好玩。攞住個遙控，係可以做運動之餘咧，係好開心啊！可以好似一齊成家一齊玩咁啊，好開心啊！成家咁嗰下聽嗰度，成家就好似傻咗。樓下以為飲醉酒，我白白白白白。其實呢個假期咧就非常之長啦，咁有啲可能好悶啊喺屋企，但我哋都要學識苦中作樂啦，揾啲嘢嚟做下啦。做咩好啊？梗係睇 BCB 嘅嘢啦。梗係啦，我哋每個禮拜會出兩次。係。兩條片，你可以重睇成日。訂閱、like 同埋 subscribe， 仲有 comment。咁今集嚟到呢度，下次再見，拜拜。